级思想家与行动者。如果你越早投资，你现在才25岁的话，我想你每个月大概投资5000块钱，你未来就可以达到你1000万的退休金的目标了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你55岁才投资，65岁要退休，你要有1000万的钱，你现在每个月要投资15万，可能吗？很难。所以时间就是金钱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大爱讲堂，解头脑的渴，开领略之门，人文讲堂。